然后你们赛后有什么交流吗？就是跟小胖啊，或者是跟小红什么跟樊安东还是说一下加油吧，因为他后面还有比赛。的。哎，我对，当时我已看经到，比完了，他后面还有比赛。哎，我当时看到一个小八卦说，樊振东连晚饭都没顾上吃，去看你的比赛。是吗？我不知道。说全红婵不是在那个妹妹在她旁边吃一根很粗的火腿肠，因为她很饿，然后就一直就对。盯着人家的火腿肠。这但样子也，啊，那我是不是回去得那个，好好请他吃顿饭了？对，你看人家晚饭都没有吃，但也看得出来你们关系是挺好的哈。嗯，对。是同学一起过来的一个革命情谊。对，那毕竟就是从小一起长大嘛，然后就是大家都是老同学了，对。